刚才中央人民政府是发布了一个白皮书，这个白皮书的名称是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我是十分欢迎中央政府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个白皮书，因为我们刚刚是完成了一个在完善选举制度之下一场最重要的选举，就是立法会的换届选举。我相信都会一如以往啦，会有一些的组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啦，包括一些西方的媒体，甚至是外国的政客，都会藉此来到去作出一些的批评。所以这个时候发表这个白皮书，详细和有系统地去回顾，去总结香港的民主发展的历程，对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负面的批评，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理据，可以说为这个香港民主发展是提供了一个有历史根据、有事实根据的回顾。所以作为行政长官，我是非常欢迎这份白皮书的发布。不过正如白皮书指出，世界上是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民主的标准，亦都是我时常都说的，是没有 one size fits all 的，亦都不存在一些是唯我独尊的民主的模式。换句话说，只有自己那套才是对，一定要套落去人家的地方，这个态度是不可取的。所以香港的民主的进程必须要符合憲法和基本法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憲制的秩序。这个白皮书更加令我感到鼓舞的是最后的部分，就是说香港已经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我们也有一套完善了的选举制度，是可以确保爱国者治港，所以香港未来的民主的进程一定是前途光明的，我们会继续按住这个正确的轨道来到去行下去。快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